您这是那个就是猫头鹰。头鹰，您是值夜班的，想象力太丰富。那个天妈给我们模仿一个吧。啊，我给你模仿一个那个三打白骨精，你看过没有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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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唐僧的时候就有哦，大脑袋，我学这唐僧，我自己放鞋子。一般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，学这种声音都是姐夫负责。学白骨精，不是学李莲英。学的挺好的，真的太棒了。哦，那学他这个蓝鲸里面那个格格巫，就是格格巫，格格巫，我喜欢从烟雾走出来的感觉。山上的那边，海的那边有一个郭德纲。啦啦啦啦啦啦，郭德纲每天吗？我记得那里面有那个哪个大怪兽声音，对吧？我就记得那个声音。大怪兽你也可以。对对，我可以学大怪兽，听听啊。学大怪兽，这个大怪兽要吃唐僧啊。还是白骨精。一出。来，我是大怪兽，被我消灭。植物大战僵尸，他有点像，脑子上顶一路障更像。哎呦，我们一起演双簧算了，我在后面配，你在前面演。赵票，你现在行了，你有活干了啊！专职用这个，哎，以后天妈带着你四海漂流。哎，我就专门学大怪兽。郭老师跟着后面收钱，满意都得烧上。我们这就沦落街头了，而且我又听了一个传说啊！您怎么那么多传说啊？少去害谁？这么好串闲话，这点闲话都串到我这儿来了。据传说，您竟然还……据传说啊，您竟然还……我原来这样子啊！哦，做过，明白明白。赤脚医生，嗯，哎，这个是真的。天妈也吓一跳，以为破案了呢。看看我怀孕了吗？这个就是因为我妈是个接生员，她呢就是这个技术呢就是全给我，就上农村里面就是跟人家去做接生员。是以接生为主啊？对。